玩不累？你知道电摇小子吗？电摇小子？据说他曾在3000年前的壁画中出现过。太夸张了吧！你敢不敢用积木做出来？当然敢啊！又是一个网络热梗，对不对？马上安排。别光看不点赞哦。首先呢，先来做他的头。这个看起来真的好简单，好随意啊！没关系，继续，再来做手臂。好啦，简单，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然后嘛，这个是身体。最后嘛，再做两个腿。这是第一节，再做第二节。差不多啦，再做个脚。好啦，还是很简单的。大功告成。好啦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组装。不过有个问题啊，这样站不住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给他一块板做固定就可以啦。最后旁边再复制一个小人。开始摇吧。想看什么？评论区留言。有小伙伴在问我，六一评论获奖以及倭瓜视频彩蛋获奖什么时候颁布啊？本月的各种获奖将统一在月底的粉丝读评当中一起发布，所以记得要关注玩不累哦。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